超多鱼。台北近郊的溪也没看那么多鱼。超夸张的多，这个溪。等一下来试试看。好，30公分以上的一堆。今天来到东石的旧港，来小试一下身手。在水门边，来看一下有什么鱼。刚刚有中一只乌阿鱼。这边的水深大概是2米，那边还有钓客也在进行做钓。就期待我们中鱼的画面吧。好，还没到。谢谢。来看一下，提起来拍一下。哦，等几只来这里吗？看到吗？哎，来啊，提高一下。提高一下。再高一点，往镜头一些。好，等一下我拍一张。好。OK。